师傅，咱公司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？你这么卖命的加班，我这是为爱、为理想而发电。再说了，你看留在班的哪几个是为了钱，对不对？又说大空话，没劲。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。我相信啊，班会越来越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把这个客户资料整理一下。师傅，都8点钟了。对不起，你快回去吧，我没看时间，我自己来弄就好了。哎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到了给我发个微信啊。不是，师傅啊，你这么多资料，一个人弄得完吗？哎呀，我经常做，很快的，放心吧，注意安全啊。行吧。楼总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准女朋友都忙得顾不上吃饭了，又顾不上想我。哎呀，所以我得亲自送上门来啊！哎，是不是都把我忘在脑后了？我说你这样一点都没有霸道总裁的样子，矜持一点。矜持一点？那矜持也换不来公开男友身份的奖励。求上位的居然是楼总，我还以为是师傅呢。你就这么想公开？当然想公开了，我还就想在你忙的时候，能够名正言顺的过来接你下班。当然了，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你朋友和家人的认可。明天晚上跟巴儿一起吃个饭吧。陈丹。反正现在我们也不是合作关系了，公开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你那么好，我当然不能欺负你了，是不是？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。哎，我去上班了。你想到一会儿我去上班了就见不到你，就不想去了。好了，晚上不是还要一起吃饭吗？走了。亲一口。上班呢，你这可差不多。啊，有男朋友真好。这虐狗都虐到公司门口来了。哎呀，楼渊怎么也不公开跟恩恩的关系、啊？这傻孩子。哦。那个，首先感谢楼总今天晚上的盛情款待，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，受宠若惊，让我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。敬楼总一杯。先不喝，坐坐啊。咱们今天没什么楼总，大家就都叫我楼渊就好，咱们就是一块儿吃个家常便饭。
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恩恩的父母呢都在老家，我们这些人呢就相当于是恩恩的娘家人，所以如果恩恩在你那儿受到什么欺负，受到什么委屈的话，我们这群人可是不乐意的。哎，好歹人家是甲方。春花真霸气啊！我请大家一杯。嗯。那这样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老柯、春花，算是恩恩的长辈，那其他八二的兄弟姐妹们，就算是他的娘家人。咱们之前都是工作上的往来，今天是第一次，我们私底下一起吃饭。我这个人不太会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放心，我对恩恩是真心的。恩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，他把温暖和快乐都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但是小太阳也有累的时候，所以我想成为恩恩可以依赖的肩膀，能够尽我所能的去照顾他，去保护他，去爱他，给他依靠。这杯我喝了。哦，马成叔，你以后也得给我这么告白一次。我一定，我一定。娄总说的太好了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们暂时就放心的把恩恩交给你。哎，以后呢，咱们工作上是甲方乙方，生活中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再啰嗦一句，你说以后有什么活儿，多想着点我们。哎呀，丢不丢人？什么时候啊？说这个，不耽误，不耽误。哎，娄总，敬你一杯。好。我喝吧，你刚喝开。哎，没事。你这还没嫁过去就这么护着他，那看来以后我们想灌小楼总酒都难了。哎，人家可是大老板，多喝一杯怎么了？是吧，小楼？走。行，没事，我来就好。那要不这样，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。来，一起，一起敬楼总一杯。嗯，好酒啊，楼总。大家动筷吧。吃点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表现还挺好的，我还以为你会紧张呢。是不是练习了很多次？我哪有练习啊？啊，都是真情实感。陪着你走，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，我能给你唱歌了。你看，我就说点多了吧，浪费。怎么会？晚上回去稍微热一下，当个夜宵吃。那我上去了。舍不得你走。嗯。抱抱。今天就不跟你睡家里了。嗯。嗯。碰碰。早点休息啊！恩恩，认识？我爸妈。爸妈？叔叔，阿姨。小刘哈，楼，小楼啊，你坐坐。嗯，叔叔阿姨，我就不坐了，刚刚让你们误会了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恩的男朋友，我姓楼，叫楼渊，今年30岁。你知道你哪错了吗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公共场合，亲亲我我，搂搂抱抱的，像什么话呀？你以为你干嘛呢？拍片呢？你让别人看见，以为咱们没家教，知道吗？你声音小个眼儿，你吓人孩子了。不是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别怪恩恩，是我的问题，怪我就好了。没事。
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牡丹公司的总裁。的司机。没事还跑跑网约车。哦，还真歪快啊，跑网约车。嘿，咱邻居家那个王阿姨的儿子也是跑网约车的，一个月还能挣好几万呢。劳动所得嘛，啊，合理合法，啊，挣多挣少都是应该的啊。对呀，特别是男孩子早点独立，懂担当，有责任心。会做饭吗？会。不是爸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没，叔阿姨会做饭，平时不忙的时候都是自己开火。哇，会做饭呀！哎呦，现在男孩子会做饭的不多了。哟，小楼这孩子还挺会居家过。你老盯着我干啥呀？我哪错了吗？说错了吗？那个叔阿姨是这样，从小呢我就在厨房帮我妈一块干，所以自己会做点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会多做的饭给恩恩的。你家里人都见过恩恩吗？爸。爸什么爸？爸不坐着呢吗？不是，你看，不知道哪来这么一臭小子，非要把我闺女拐走了，我问问不行啊？不行啊？哦，行，暂时还没见，不过叔叔阿姨放心，咱们随时可以去见。啊，不，没见是吧？没见更好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小刘啊，小楼，小楼。哦，小楼啊，那个天不早了，是吧？你回去吧。那我去送送他。送什么送？大小伙子没长腿啊，自个儿不会走啊。恩恩呀，那个冰箱在哪儿呢？你爸给你带了好多吃的，我们把东西放冰箱里。那个小楼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阿姨。那叔叔阿姨，下次我再到家里来看你们。我先走了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了妈？你先坐那儿。韩妹呢？韩妹她男朋友生病住院，她陪她去了。你确定你们俩是在一起住吗？对啊，就在这儿啊。这都是韩妹的，这也不是她尺寸呢。是那个，是小楼总，不是小楼他留在这儿备用的。卫生间里还有他牙刷，因为他吃完饭就要刷牙，爱干净。编，继续编。扭过来，看着妈妈。跟我说实话，你俩是不是同居了？就同什么居？没有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。谢谢。妈，你别跟我爸说，他。一说他肯定高血压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事，我能跟他说吗？不过这西装，我看着面料还挺贵的。这一个司机挣多少钱呢？能买得起这种衣服？妈，如果我跟你说他是总裁，你信吗？总裁。总裁来这个破小区跟你谈恋爱呀？谁信？恩恩啊，嗯，你可要小心啊，可别遇到骗子了。你别忘了，去年你堂姐结婚，还以为自己嫁了个大老板呢。嗯。现在搞得人财两空。嗯。这你叔气的呀，当时就送医院。哎，你爸也气炸了。嗯。你爸说呀。如果他遇到这种骗子，一定要打得他满地找牙。你可要小心啊，长点心。嗯，放心吧。嗯。
冷不冷啊？不冷。叔叔阿姨他们都睡下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等这么久。我手都冻得这么样。说什么对不起？对了，为什么要跟叔叔阿姨说我是司机？哦，我爸妈他们不喜欢总裁，一说总裁，他肯定连家都不让你进。我没开玩笑，我也不想叔叔阿姨觉得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。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之后肯定跟他们解释。那我们一言为定啊，不准欺负我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一会儿叔叔阿姨又发现了，真觉得我是一个不靠谱的小男孩。嗯，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嗯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，这个你要先拿回去。好。回去好好陪他们吧。是小楼发的吧？嗯。哎呀，就小楼啊，这孩子形象挺好，是吧？我跟你妈都挺喜欢的。但是你说他给人开车，虽然是总裁的司机，你说能有什么前途？爸妈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儿。其实楼渊他不是司机，他是。楼总，这边请。请。哎，小楼，哎，这不是小楼吗？哦，那这样，李总，您先上楼等我，我去打个招呼。那我跟李总在上面等您。好。这司机啊，他不是司机。对不起，叔叔阿姨好。嗯，哦，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呢？我正跟我爸妈说你的事儿呢，你就出现了。他是我的甲方，货真价实的大老板。叔叔阿姨别生气了，上次时间比较紧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解释。这样，明天我正好有时间，开车带你们附近转转，好好玩一下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行，那陪好爸妈，我先去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叔叔阿姨。好好好。哎，总裁呀，你跟他好了，你放得了心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总裁的司机也不行，这总裁也不行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你这就不能积极乐观点儿？你懂什么呀你？妇人之见。他是总裁，他们家家底多厚啊？那怎么了？又有个什么大风大浪的，他栽进去了也无所谓。我闺女怎么办啊？我闺女跟他栽进去一辈子的事儿啊。爸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呀？是呀，你就不能盼着闺女好吗？居安思危。
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悲观厌世，不理他。他一直就这样。来，顾阿姨这边。你们也是第一次来，我就多介绍一下。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叫做洛带古镇，它最早啊，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，可谓是历史非常悠久。这古镇其实是在成都的龙泉山，咱们现在在的这条街也是一条千年老街，保存得非常完好。这条街呢，也是呈现出来了一街七巷子的一个格局，而且是属于非常明显的明清建筑风格。啊，那为什么叫洛带古镇呢？据说呀，当年刘禅把自己的腰带落在了这儿，所以就取了一个谐音，叫做洛带古镇。这样，原来如此啊！你看小罗总多厉害，是不是？叔叔阿姨，咱们要再往前走啊，就到了洛带会馆，有很多什么广东会馆啊、江西会馆都在这边。要不这样，叔叔阿姨，咱们就在这儿，我给您合个影，咱们合影留念一下。你看我这领带弄好了没有？我都配好了，在这儿站上。干嘛干嘛呀？你得往前走吧，要不然什么时候能逛完啊？小罗总，你下午不是还有个会吗？你来不来得及啊？要不就先去，会耽误吗？哦，那个，对，我下午确实有个会。那这样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先逛逛，等你们逛完了，我过来接你们。不用，不，干嘛呀？那么麻烦是吧？那个，我们自己逛逛就行了啊。那好好，那工作要紧啊，你不用管我们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我刚，你刚解说特别好，特别认真，我还想听呢。哎，你别在意，我爸他就是这样的人。过来。哎呦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都不能给人家点好脸色呀？那我觉得小罗这孩子挺好的，怎么就不容易发炎了？我养了20多年的白菜啊，就让这猪崽子没碰几面，咣叽就给拱走了，那凭什么呀？那这样，你带叔叔阿姨好好逛，我先回去。好，去吧。开心，拜拜。闺女。刚才小楼就没再跟你说点什么。妈妈去那边转转。你去吧，去吧，就好好转转啊。啊，说了，能说什么？您都那样对他，我那态度都这么明显了，他就没再跟你抱怨抱怨啊？闹点小别扭啊？楼总不是那样的人，人家那肚量可大了。他站在你的角度，肯定也是理解你的。你跟爸爸说句实话，你有多喜欢他？哎，就是那种真心的，真想嫁给他，跟他过后半辈子，就是那种。我是真心喜欢他，但我也没想那么远。别去呀，该想远，该往远处想，就得想啊。你们这年龄也不小了。我不就想着怎么赚钱孝敬你俩吗？而且我这么大了，爸你别担心我。是，其实爸爸吧也确实没有逼你那个意思啊，但是我真的担心啊，就你们俩那个。你说的我都知道。是，我们差距是很大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可是我就是喜欢他，而且比我以为的喜欢还要多。你说他那么大一个总裁，走路都带风，但是他就愿意跟我这个平凡的小客服在一起。他会带我去吃我最喜欢吃的大闸蟹，我因为我不高兴就哄我开心，还会跟我撒娇说让我不要欺负他。哎呀，总之你要相信我，你还不相信你闺女吗？
喂，怎么了？叔叔阿姨他们玩的还好吗？挺开心的呀，他们都玩累了，在屋里休息呢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叔叔阿姨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是不是对我特别不满意啊？怎么会？你那么完美。他们只是没想到我能找到像你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对了，有个正事儿啊，是个好消息。我妈想给藏宝组推广，想找你们帮着合作。真的吗？嗯，明天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来公司一趟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今天晚上要不要过去找叔叔阿姨带他们一块吃个饭啊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一点接受的时间。我们别着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都听你的。爱你哦。好，拜拜。